我的是新娘。不要看，不要看，我是主角。哦，好热哦，我上面有太阳哎，我可以脱西装吗？可以。怎么脱啊？哎，我是偶像，要有帮偶像啊。谢谢老板，老板。这个比较像我原来的状态了。哎，帽T耶。啊！伊尔范特西。对了，这是惊叹号。哎，不要害我，每次都想要整齐了，我脑袋不知道在装什么。我现在唱一些我自己创作的一些歌曲，然后比较要说都没有出版过的一些歌唱，然后其中一首是跟我的好朋友尤卡，然后青木由香是一个作家，在台湾发行了六本书了，啊，奇怪呢，还有什么？麻烦呢，好多，哪里来的呢？没有这本。他很爱台湾，就一个日本女生，就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喜欢台湾的。有机会跟他合作好久了。在前年的时候就写了这首歌，跟他第一合作的第一首歌，然后在日本就做一个很简单的出版。这首歌叫 Solo。我的日文不是很标准嘛，可能有一点点3D口音嘛，反正你们听得懂日文吗？这边有日本人，哎，外面有卖饮料，真的、哦，哇，你看到你了，谢谢，你们好好做好国际交流，好不好？跟他做朋友，有，他的门票比较贵，还有含机票。是一首比较安静的歌曲。